莫德纳你比较有信心。对，比较有信心。啊，现在打的感觉怎么样？已经没怎么样就对了。对对。是是是。今天莫德纳的那个新冠疫苗的那个打针哈，那民众来得非常的踊跃了哈。然后我们这个站预定8:30的话才开始打针，所以通知他们8:30再来报到了。但是今天在7:50几就已经有陆陆续续有民众在这边等候了，所以我们也配合民众的时间哈，还有跟医师商量，那在8:00。就是正式的办理报到跟开打，那到现在还不到8:30，不到半个小时时间，那已经注射了40来个人，然后后面还有大概30个人在等待哈。那今天算是长辈们来的都非常的踊跃，那这个当然是在防疫工作上面是个很好的效果啦哈。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打针，然后达到社会群体免疫的效果。